what'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有大学生的愤怒症。哦耶！哦耶！啊！今天的主题叫做大学愤怒症，所以现在我本人就用饶舌来写稿。最近网络上面分析都爱上网来互表，看到这些文章的你，你是否睡得着？所以就让我来饶舌带领你作战，带着所有不满变成饶舌，大声唱出来。不管恶意是也偷吃还是外带，就把愤怒拼成歌词，万一大声说出来。大学愤怒的就北宋，大学愤怒的新北宋，唱出你的部分，让我们都知道。大学愤怒的我北宋，大学愤怒的就北宋，大学愤怒的新北宋，唱出你的部分，让我们都知道。怎么样？直接逃离现场。有饶舌的感觉吗？有，很饶很饶。很饶很饶。哦。饶舌这样才流行啊。不简单呢。表演方式这样才会觉得人家会觉得你很厉害。很嗨。重要的是饶舌。而且你知道现在饶舌最主要的目的啊，不只是饶舌，我们用饶舌 diss 这个社会。对。很多不满讲出来，这样子，然后外八这样子还蛮好笑。diss 这个社会 ，diss 这个社会，对，把你的不满用饶舌就是写在里面说出来，这样。其实我们刚刚里面有讲很多嘛，对不对？对，啊，就是对于社会的现象，对你有一些不开心。是不是你有什么不开心呢？我没有什么不开心，是你还在传呢。对，你在问问话的。对，因为我还想传，你就讲一些嘛。好了，我讲。什么不开心？你讲一下嘛。就是我觉得像是像学生，可能自己对于现在的这个制度啊，可能会不开心。反而以前可能用写联络不够好，告诉老师那就训掉。现在你要用饶舌，而且你在 diss 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要押韵，你没有押韵你就弱掉。当然就没有那种 rap 感嘛。哦，是，所以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些不满。是，大家。会把生活上的愤怒，然后写成歌词，有会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会吗？啊！哇，我就是两年前算是被熊，也是饶舌单元被熊仔 diss 一个抬不起头，我就累积两年的怨恨，我都用歌词上面在发泄一次给他。熊仔，我告诉你呢，在唱片界我是你的前辈，应该这么说好了，我是你的学长，你是我的学妹。我的单曲点击流量高得像一座城堡，你的专辑点击数量还输张浩的身高，我的程度太凶太猛，叫佑廷就可以打败你，不要再饶舌了，我拜托 Ken 哥留个位置让你来当班底。哦，凶吧，所以刚刚是用一种鼠来宝的方式，我今天凶了，哎，对啊，你说佑廷啊，佑廷哎。哎，这一集他居然躲起来了！哎呦，说不定他会出现哦，有可能，可能他会组队在后面，有可能是。哎，安哲，对，愤怒到我觉得有时候在学校看到一些没有梦想的人，我都会觉得很看不起他，因为我觉得大学生就是要勇于梦想。老师给我一个 B。哎呦，哇！安哲，他有个梦想，他要讲要。若要人情显贵，哎，老师有没有快一点的？一样哎，哇！啊，若要人前显贵，就要人后受罪。今天的失败，我不选择买醉啊。人若有梦想，就要勇敢去追。没梦想的人，都会带你追啊。今天叫你冒险，你配不配？你的最会家里花 I pay 啊 ，money not honey， 他是师傅带兵。讲白一点，买句 never everything， yeah。哦，有准备。所以安哲，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我梦想就是可以打上职棒，然后像何美她喜欢那个林志胜，
对，我梦想就是当一个职棒选手。哇哇哦，那你有在那个实践你的梦想当中吗？一直来，我十岁就开始在实践了。对啊，那现在有机会吗？你觉得？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机会，但是我会努力。对，有梦加油啦，有梦对加油。那希望你能够成功。Patrick。对对对，其实呢，就是我跟艾波最近也组了一个饶舌，是在 diss 现在这个社会时事的。哦，所以要来一下吗？对，来一下。我们可以拥有刚刚那个开场的那首。哇，要用我们的。对，因为我们刚刚是用那个对。要吗？要进吗？怕我们对错。OK， 好吧，可以，我们试试看。太老实。Music。哦耶，阿波。哦耶。耶。Patrick and 艾波。哎，我说。现在的网络红人，你们给我听好。哦耶，你们的态度有的比艺人难搞，通告费开的比我们还高，根本丢高，根本恼恼。哦耶，没了，根本丢高。好，只能怪我们粉丝专业人数太少，赶快去帮我们按赞，按赞。我只有3万多人，我也只有3万多人按赞。派翠克，艾波，派翠克。可怜的感觉，莫名其妙。我看你们两个才是恼恼，奇怪，叫我们按赞，自己没多好，真的是。不过他，我觉得艾波他已经走出自己的风格，对，很厉害哦。他会游走在那个 beat 跟 beat 之间，很拍我。对，然后感觉起来有点荒谬，但是你其实听还想听下去，对，蛮妙。其实后面还有，是有在，其实后面还有，还有吗？还有一点点，真的吗？哦，那可惜没有唱到。拖那么久，不听他们唱我，没有。好，我们今天请来这一席老师级的，好不好？首先第一位呢，就是我们的陈麦老师，欢迎陈麦老师。What's up, ladies and gentlemen? What's up, baby? No, 女生不能讲，女生要讲，女生要讲。What up, baby? What's happening tonight? It's at my 2CC, you're rocking on the mic. 来到大学生的妹，我们今天要凶一点。Let me see you get down with the beat in my mind. When I rock your night, when I rock it with my babies, this is how we do it. Rocking with the whiskey, baby. 所有的摇摆，我的天， what the f is going on with the beat? We go popping on rocking. Be sharp, am I to the scene?现场的朋友 ，Let me rock the party. We gon' rock this night. We gon' go crazy. Remember the name. It's at my turn to see.陈麦老师，刚刚内容是什么？其实没有跳。对啊，也不能听人家唱歌。要没有人跳舞跳到这样子过去。哦，有吗？一样。不行吗？厉害的，蛮 free 的。对啊，就 freestyle 啊。陈麦老师现在是不是真的年轻人很喜欢把自己的愤怒写在歌词里面？可能是一个发泄的管道吧。嗯，你有看过哪些歌曲的主题是非常有趣？其实很多哎，可是我们刚刚在 re 稿的时候，刚刚那个我第一个想要是小苹果。小苹果，因为我们在比如说写歌啊，或者是我们听歌的时候，我们会想要知道他这首歌想表达的是什么。可是那一首歌让我就好，苹果就很厉害，就这样子。然后我只是觉得，我希望可以有更多有 like power 的歌词出现，因为小榴莲。小西瓜，臭芭辣，小芭辣，哎，刚刚有人跟我一样讲芭辣，有 ，OK， 就是你希望能够有更 powerful， 对，因为可能是因为内涵含义吗？还是那个歌词的强度？那个，好比说有些人会说，哦，你好，我们今天怎么样？很懒懒，不行，懒懒的，那要怎样？也比较有精神。哦，你好。猛一点 ，But like with power, you know, like put your hands up with the ladies, put your hands down, shaking like you ready. Our ladies, let me see you get it going. Like we're doing, this is how we shake it all the way up. We're in the party, kick it, yeah, kick it, yeah, stand up, yeah, oh, 光亮起来，光没关系，会掉，都会掉，你这样没有内容嘛？这样没有内容。
哦，就是内容是一种接力，是不是？没有人要接力的意思。对对对，只是他在示范说怎样是有内容、有 power 的。其实他这个很有 power， 旁边人就自己带动起来。哦，对，我被感染。对你明明没有歌词，但你又在旁边想要跟着哼。哦，耶，这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对，太强了。那老师，等一下我们今天也会有很多这个同学要的比赛。对，再以你的标准来帮我评判一下。好，谢谢，大家不嫌弃。谢谢魏老师，欢迎老师，欢迎老师。接下来第二位就是我们的海产克星熊仔。This is 熊仔。熊仔，又是熊仔。耶，这熊仔还是很有功练啊。Oh yeah。别叫我男神，我比较像神人，我当腻了凡人，我成天想成仙或成神，成仙起后来自人人有功殿，见证真功夫的传承。熊仔，熊仔哟，人人有功殿，熊仔还发片，出了新专辑，来这边。才发现，没有，我们很早就发现哦，太厉害了，叫做什么？这张专辑叫无限，叫做无限，叫做无限。他刚刚发片，叫做无限，来到这边，谢谢，会放到我们的手上面，哎，谢谢，哎，怎么的？谢谢，好厉害，哎，之前他来的时候。台大高材生，台大，对啊，现在已经追随了这个歌手的梦想。对啊，这是一个完整的11首歌的一个专辑，13首，哇，现在已经很少人再这样出一张专辑了。我讲很多，很有诚意，对不对？都自己创作吗？对啊，都是全创作，全创作。哇，这次这张专辑有找什么样的人合作吗？我在拍 MV 的时候，我有找那个冲田杏里，就是知名的 AV 女优。哇。其实是因为我的老板是 Doggy， 那他就是很照顾我们，所以就有就帮我们找这个对谋福利这样。可是刚刚海产整个 diss 你，这个他觉得说你根本，对他看到你整个 low 掉，他说他是你的前辈，他没有呛红的啦。看到海产这样，其实我也是有点无奈，我已经迈向无限，你怎么还像个无赖？我管你花，我管你花枝还是虾卵。我把你呛得像个女生笑的花枝招展。哦，赢了赢了，耶！怎么样？海产，听说你的专辑名称叫做《无限》，女孩子们听到你的歌，通通都不见。哦哦，怎么样？海产其实没有很屌，凶到。参赛者实力超强，请当场 diss 熊仔。第一组参赛队友，欢迎我们的 Q 毛 One。哎呀 ，Q 毛 One， 以前是不是遇过熊仔？没有遇过，可是我很想遇他，因为我应该赢他。我知道你很想挑战我，从你眼神中我看到你的懦弱。人人有功练，老实讲，也只是被。听说你的专辑名称叫做《无限》，女孩子们听到你的歌，通通都不见。哦，怎么海产其实没有很屌，凶在我们和好。聪明的，他马上就过分哦，他打人家一下就哎，我们和好，不要这样，哎，甩人家一巴掌，哎，大家都好朋友。史上我最没有用的那个 diss 歌手，哎，因为在 diss 下去，他后面可能没词了。对对对，快就此打住。你好聪明哦，也 peace 也 peace， 不错，相当厉害。今天要好好来这个，请当我们的评审哦，当我们的评审。好吗？而且我们今天要发奖金的，所以这个非常的虚伪。对对 ，OK， 好，欢迎熊仔哦，欢迎 ，Welcome。今天一共来了3组参赛者，要用他们最擅长的饶舌表达对于大学生活的不满。让我们马上来看看哪一组 rap 是最有态度且最中肯的呢？第一组参赛队友，欢迎我们的 Q 毛 One，Q 毛 One。什么叫 Q 毛 One？ 对啊 ，Why you call Q 毛 One？One 是其实 O N E 的意思。对，我们都会。对，然后是代表说独一无二或是独行侠。所以是 Q 毛吗？我以前是自然卷非常严重，
然后只是因为第一次上节目有点紧张，所以自然卷可能表现不太自然，哦，变得比较顺了，所以变不自然卷。不自然卷。所以之前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吗？我今天参加 DISRBL 全国巡回赛亚军。哇！今天带来什么样子的歌曲？这首歌叫做《这些年我们追的回忆》。这些年我们追的回忆，是的，也是放校园的感觉。好，听一下 Q 毛 One， 来 Q 毛 One， 曾拿下全国 rap 巡回赛亚军的 Q 毛 One， 究竟会怎么 diss 他的大学生活呢？啊，啊哈啊哈，啊 ，check it out， 啊哈啊哈 ，yeah，yeah，check it in。文化风大，这已不是新闻。上次我有个同学从市里被推到机门，这是真的。那天我哭着拿着他的小箱，他俩安然无恙回来，带着两首高粱。我正经历最精彩的岁月，对最美的事物总是把握不曾退却。但说文化这妹多是你太肤浅，不太了解这妹其实只有集中寂寞考才出现，总是懒得上学，还洗把脸爬起，总是对读书都没有兴趣，偶尔翘课上课睡觉。最后吃着垃圾食物，暗合味道。Yeah yeah， 现在我继续在这里唱着，不用再下去。我管他什么疑问句，关于上学还是睡眼惺忪的去。这些年我没脊椎的回忆，那些年留下奔跑的足迹。对于时间总是追着离去，如果没有现在，青春又怎会发生？这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回忆，那些年留下奔跑过的足迹，追着时间等待青少年成为大人。如果没有现在，青春又怎会发生？那些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回忆哦，他比较有点像是在诉说一些道理，讲是好像是讲一个故事，对不对？意思说他们文大的女，说大家说他们印象中美女很多什么什么，对，但期末考他们才会出现，对对，揭露一些真实面，揭露一些真实的事哦，对对，大家喜欢吗？全场。哦耶，安哲。他的就是他刚刚唱的歌词那 flow， 我会如果他这首歌有丢在 YouTube 的话，我想我应该每天会听，就是很舒服。他很像蛋堡那种感觉，就是小清新，对，很舒服的感觉。海豚还在随着那个节奏摇摆。对，我觉得他就有种原住民腔，还有带两瓶高粱，感觉就很舒服，可以睡觉了。啊，你听到想睡觉吗？哦，他觉得很 chill， 对。小兵也是专家了，小兵。我觉得 Facebook 上面都是自己的表演啊。我觉得他的那个感觉，就是会让你忘记掉一种愤怒，可是他会告诉你一些事实，就是你可以从很轻松的角度去听他，就是你这哦，原来文大是这样子。那直接问 Q 毛万好，你这一首歌你主要是要表达什么给大家知道？他们都有讲对吗？其实大家都讲得非常对，我主要是在讲说，就是我以我的角度看这个学校，看学校，你看到什么学校？因为学校很高，学校很高 ，Yeah baby high，Yeah， 然后嘞。然后就是看起来是比较一种惬意的画面，惬意，他说惬意，有语音，惬意。但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愤怒，对啊，就是用比较幽默嘲讽，嘲讽可能有点愤怒，就是嘲讽讽刺这样。看一下评审喜不喜欢，好嘲讽。熊仔是，其实就是从愤怒这个角度来看，我是觉得其实没有很愤怒，可是我还蛮喜欢这种就是。调侃幽默的感觉，比起来真的愤怒了去，就是我觉得要批判的话，比起来是真的愤怒了讲一件事，我更喜欢这种就是诙谐的角度，我觉得其实会比较让人就是有感同身受。以前是不是遇过熊仔？哦，我没有遇过，可是我很想遇他，因为我应该赢吧。OK OK 啊，谢耶耶！熊仔要 diss Q 毛 One， 哦耶哦耶！
现在请你看我，我叫你看我，叫你看我，不是叫你颤抖。OK， 我知道你很想挑战我，从你眼神中我看到你的懦弱，你想要掩饰它，它正逐渐透露。啊，我知道你的内心它非常澎湃，因为你遇到你的偶像，他叫做熊仔，现在你的眼前就把你痛宰，现在看你怎么呛，就是这样，我把你呛到没有脸来像。他被大家捧得超强，加入人人有攻略，人人有攻略，老实讲也只是被短期保养。有证据吧？韵脚无限总裁，整天在那里跟别人说自己韵脚无限总裁。diss RBL 冠军之路，哎，熊仔，你怎么没有总来？你赢两场比赛，以为你很厉害，春燕韦德，哈，那谁都能赢。你不要真的不得伤心。现在熊仔你发专辑，祝你顺利，那真的超强。他的专辑没开始没有押韵，真的腰瘦强。有开始没押韵的。等一下。他的专辑腰瘦强，但是只会这样降低饶舌平均的销售量。熊仔无限很好听，快去买，那就打个广告，抱歉。太怕了！刚刚前面很帅，后面有点越来越长，慢慢收的，一直狂抖，一种收海产的学姐，对啊，干嘛学海产？因为我欣赏熊仔，其实你是欣赏，挑衅，没有办法，因为这种 battle 就是要 diss 对方，对啊，对啊，不能弱掉。所以熊仔他表现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蛮不错的，就是还蛮有趣的。而且还有得到海产的真传，最后道歉，那很强嘞，那很强嘞。好 ，OK， 一点点，继续加油，好不好？表现得不错，谢谢第一组的同学。男大生 diss 参赛者，程度太弱，当场被制止。接下来马上有请我们第二组参赛团体，是我们的黑眼圈。就是克隆你打叉的原因。看到你们又愤怒捞刀，听在我耳里只是屁孩发牢骚。又听说你的名字就叫做贺龙，他真的好烦，就像一只烂虫。好，主播队长，为什么我们要浪费我们的时间给你们练习啊？对。马上有请我们第二组参赛团体，是我们的黑眼圈。Ben 走在干嘛？是黑眼圈耶！为什么要取这个团名呢？其实我们取黑眼圈团名，只是单纯就是写歌写太晚，想歌想太晚。练对，想都没办法睡，就有黑眼圈。黑眼圈。真的每个人都有哎，可是你们这样四个人怎么分工？其实为什么会有 Benzo？ 为什么对 Benzo 跟 Dolly 就觉得蛮奇怪？就你还蛮合理的啊，你在里面。对你平常就有在尝试不要饶舌。你们知道胖虎其他是很会的。对，你找 Dolly 跟 Benzo， 你们有想要赢吗？其实是想要赢的，因为其实这种 diss 这种都要找那种心灵有那种人格分裂的，就是外表其实很瘦弱，但其实唱起来很有爆发力。听说 Benzo 本身是个人格分裂的人，他就是。你是不是喝了什么东西之后，好像喝了以后变成暴凶猛的野兽，重金摇滚双面人的感觉？我不知道，平常他是我不知道，会失去那记忆。对。他会像绿巨人浩克一样，今天加油。那 Dolly 跟他什么事呢？ Dolly 就是因为他之前唱噼里啪啦忘词了，所以今天要来扳回一城，自创什么？大家，我们自创曲啊，我们黑眼圈自创曲。凶的，凶猛的，凶的。又停。因为我刚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发现那个台上在座各位好多个又停，然后才发现原来我平常是那么的讨厌。你现在才发现了，所以现在要自己吃了吗？慢慢发现了吧？以后决定不饶舌了吗？封麦，封麦演唱会，决定封麦，决定封麦啊！真的假的？讲到做的啊！就这一次比赛完之后，之后都不唱了。考我可以考虑一下吗？
让我考虑一下。你可不可以先想好再出来讲？想好再讲。不要硬要讲一个很震撼性的话。对呀。想说我们都吓到。有人后悔。对呀。别的歌，你唱的歌太酷了。好，你们的歌是什么？表演表演。来，什么歌曲？我们这凶的。哥，你是工具在，兄弟呀！我们这是带来的，就骂让你哭出来，骂让你哭出来，哭出来。由大学生班底组成的黑眼圈，融合 Benzo 和 Dolly 这两名饶舌骑兵，究竟会呈现怎样的表演？马上来看看吧。The movie or the plant?他是黑眼圈，要要亲。还记得上次走在学校看到某对情侣，结果仔细一看是位裸女和 Patrick。 上次饼干约我出去想逛逛书局，恋爱学分被当因为他被小孩 K 出去。还有那种上课打小报告的屁孩，不玩手机你在那边被我用鸽子制裁，校园里的情侣也被我去赶宰。不要以为我只是心机推牌，台北艺术大学把校园当成观光景点，他想赚钱都化成汽车线，还卡上次说的被桃姐电，他说哦不是啦，都是 girlfriend， 就是骂什么都很欠骂，我们就是骂什么都很欠骂，我们就是骂什么都很欠骂，我们就是骂什么都很欠骂。我念的学校是明星科大，我什么都没有，就是肚子特大，成绩学业都漠不关心，我在意的只有学生餐厅，没有招牌美食，宫保鸡丁，学校旁边还有一间清新，这美好的一切让我十分开心，但是看到我的室友气到脸都爆金耶。我们就是骂什么都很欠骂，我们就是骂什么都很欠骂，我们就是骂什么都很欠骂，我们就是骂什么都很欠骂。不要以为我只是一条路蛇，因为饶舌射到你头发骨折，路蛇唱饶舌我就是这么独特，今天我的不爽将突破最大负荷，说到最近选课心里哦，打开系统只剩下烂课，啊选了烂课还想要倒吃甘蔗，结果考试又完蛋了， Oh my god， 城市怎么改都有一堆的 bug， 期末不意外呢被当掉了，浪费一个学期真是有够瞎的，同学明天见了 ，Oh mother， 我们就是骂什么都很欠骂，我们就是骂什么都很欠骂，我们就是骂什么都很欠骂，我们就是骂什么都很欠骂。Dolly 啊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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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Come on， 在学校里我走路总是低着头，穿着的上课从来没醒过，我在宿舍打铁还能顺便写生，不怕自由八面大学生是我的简称，每天把自己打扮得亮晶晶，但同学看到我都说我像范冰冰，他们为我争风吃醋眼睛都着火，他们送我好多礼物但是把不到我，我们就是骂什么都很欠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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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黑眼圈 ，Benzo， 你好顺哦，你没有结巴哎，你成功了，表演型的，真的，真的，机会来了，你表演的时候他就不会结巴，对啊，那有些人一唱歌唱很好听，一讲话哎不行，对对对，就结巴了，哦，很强，每个人都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很厉害，但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讲的愤怒的东西，对 ，OK， 好啊，好，来，大家喜不喜欢他们的表演？来，圈叉，好。爱播来讲一下，我觉得很好哎，好喜欢哦，我好喜欢胖虎那一段，学生餐厅，肚子特大，这个完全写出他这个人在学校到底怎么样，已经知道他在学校都在干嘛，都找吃的。贺龙，你打叉的原因是什么？哦，你应该有准备一段吧？又又又，哦耶耶耶耶，看完你们，其实我也是非常会饶舌，逛夜市。椰子逛饶河，看到你们又愤怒捞涛，停在我耳里只是屁孩发牢骚哟。耶耶耶耶耶耶耶 ，OK 贺龙，哎呦，什么？我听说你的名字就叫做贺龙，他真的好烦，就像一只烂虫，烂虫我就拿着我的杀虫剂，人家盆底塞给我滚出去。
习啊？对，干嘛？可不可以先练好？我们这是什么？刚刚上完课，然后大家加入社团这边练习吗？这不是休息室，比赛。我们在录影 ，OK？ 我们有专业的评审，好不好？气死！两位老师，还是这段本身西研社会发生的事情，社团会发生什么事？对啊，那我觉得胖虎是就是很有特色，尤其他的声线，所以真的有那个愤怒的感觉，我觉得很棒。那比较小可惜的一点就是说，就是饶舌其实很重要，就是说，你要把它背起来。所以说，尽量以后可以不看大字报，那会更厉害。哎呦，漂亮！对，真的。陈美老师他们的表现，我觉得我很喜欢他们是他们的词刚好都可以符合到他们，而且他们选的音乐也可以符合到词的一个。因为常常我们会碰到是你词跟音乐不合，那你会两个就是分开的一个方向。对。可是他们今天刚好我很喜欢的一点是，就是合，然后又是好笑，又是嘲讽，不用嘲讽别人，可是嘲讽自己。这也是对，这也是一种。像是笑看人生的一个心态，就是可以稍微比较的开心的去过日子。哦，对对，所以我非常喜欢他们。哎呦，谢谢老师。用批判自己的一些方式，刚刚有讲到什么？比如说 Benson， 你要的批判的是重点，选到烂客，对对对。而且我要先说，其实我没有被当掉啦，只是因为很多人都因为选到很雷的课被当了。哦，你帮他们说他们的分对啊，对发声。对，兜里比较特别是说，是说大家像你像范冰冰。等一下，等一下，来，怎么陈麦老师有话说？他男生对不对？他男生，对对男生。好，我知道了，那。很好，好，继续，不好意思。参赛者超猛饶舌快嘴，南大生看不顺眼直批评。接下来马上欢迎我们第三组是 COTC and Solar。大学生怎么这么难？怎么这么惨？怎么这么烦？整天在背大学生，听我这么拉，主持这么赞，转台发现我们的不会。教授不要恶意，学长不要霸凌。当然很喜欢他们的表演啦。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有些地方念不清楚或忘词，那没问题，但你气势要做出来。听完他们讲完，你就知道说要上台表演真的。这旁边评价比我们超准。来，怎么？陈麦老师有话要说。他男生对不对？他男生，对男生。好，我知道了，那更加分，很好。好，继续，不好意思。有一点中性了，对对对，中性，犹疑那直接。但是这个怎么？他想说他有问题，他有问题。怎么样？撞声词当韵脚是我最理想的方案。啊？什么？对对对，不行，有翻译吗？歌词什么意思？趁乱告白？什么意思？对，没事。没事，很对。我只是想跟他讲，讲他聊天吗？好。哦。再一次，有些事情我们可以私底下讲。对，现在是录影时间。没事，我现在需要一个 beat， 他才可以讲。对，搞得我们在旁边莫名其妙，我们也傻了。观众看我们三个呆子站在那边，什么鬼？不好接。到底怎么样？兜里哦，说范冰冰的这部分，对，其实我是在影射一些女大学生啊，包括我自己啊，就是上课不上课都在睡觉，然后呢每天都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就是本末倒置这样，哦，好像是学校去选美的影射。的概念，应该要好好念书，是，对，是不是？结果跑去学校都在睡觉，对，你们都不知道老师上课在说什么 ，OK， 对，这么突然，对，可以以后少尽量爆冲啊，好失控，有点秀一笑，对，我也很凶蔡老师，因为兜里其实在我们这边平常讲话是比较慢的那种，是，那有没有办法？因为第九天的时候语速比较变快，有没有练习的方法？对，其实饶舌里面有快嘴，那其实是。快嘴是有诀窍的，就是说你其实你在写的时候那些字你要去挑过，对，像如果你是念很快很多母么么么或什么么么么么，你最快的字么么么么么，可是像比如说阿姆他的 rap god， 他里面有什么那么那么那么 you 什么那么 human， 什么那么那么那么 you 什么那么 human， 哎呦，或是比如说像我凶宅里面我有写说怎么那么宅？怎么那么鸟？那就可以念，怎么那么白就可以念很快。怎么那么宅？就觉得怎么那么宅？怎么那么鸟？但怎么那么帅？怎么那么屌？对吧？所以就哦，对对对，就是所以是要挑的，要去挑，要在写的时候要去挑，对对。多多练习，然后选字很重要。是的 ，OK， 这组其实还不错哦，可以 catch 到大家凶的，谢谢。好 ，OK， 非常谢谢，谢谢。凶的黑眼圈组的第二组。接下来马上欢迎我们第三组是 COTC and Solar， 欢迎两位，两位同学，好，
两位 ，OK， 你们是一个搭档吗？还是是刚好朋友？都有，好像有什么特殊的经历，对不对？对，特殊经历就是我们在之前在公馆那边帮那个柯文哲还有童仲业那个，竞选那个造势晚会，对，嘉宾，对，当表演嘉宾。你们在台上 diss 柯文哲？没有，没有 diss， 他们是有，我们是还好啦，我们就是就是一个 case， 就是觉得不错，那个经验这样，然后又有很多饶舌的那个伙伴跟一些圈子内其他朋友也一起参加，是一个还蛮盛大的这样子。好啊，所以今天两位要来带来的比赛歌曲是，我叫做那个 Hola Remix。Hola， 就 Hola， Hello， 讲 Hola，Hi，Hola， 就是 Hi， 我的大学生活原来这么讨人厌哦。OK， 好，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愤怒到 Go。最后压轴的参赛者 POTC and Solar， 两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令人震撼的愤怒到呢？Yeah，Solo是有 P， 念到现在都还没毕业，都在party， 我在搬砖学习，只要我过去给我10块钱，要买100块的烟，但我不会被击倒的，起码快要降低脑力，还是要鼓起勇气完成教育，把你打击，顾住你要顾生活，管你卡的几个社团，千万别蹉跎着丢了姐的生活，在这学校好像都想害我，大一参加活动，大二开始忙着办迎新，大三以为是轻松过，到头来学妹从没对我动心，早八是上博王学校这么高这么远的奢望，我起床早起跑到网咖，同时都没选到，中路还被抢光，大学生怎么这么难，怎么这么惨，怎么这么烦，整天在背，大学生听我这么难，主持这么赞，转台发现我们的不会，教授表二一，学长表霸凌，学妹没都怕请，恐龙留个学弟，祝大家捧着万里，学带通通都矫情，学妹会慢慢脱内衣，反正大学不过如此而已。我来到老师的家，他脸是绿色的，Oh my Jesus， 问我干嘛跑他家，我说老师拜托别当我，我想毕业，我说茫茫然等着一夜，需要多少的学分费费费，随着你我费，现在都几点，我居然死在沙发还在晕眩，我想跟全世界炫耀我的宝物，我不会跟你老处，教授是老处男，恐龙考的谈，他已经老了孤单，我像是天天叫的蝉，等着交配，看我交融，这我不懂，我能用节拍易容，但不能把到真的妹，叫我妹头妹不懂，课堂中约辣妹，逛手狗不理头，逛下身起接的佛，我不止玩 bingo， 我连上课都在玩 bingo， 搞一直玩 bingo， 玩到老师也在玩 bingo。Hola，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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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a，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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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a，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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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a，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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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a， OK， 谢谢。我真的感觉到他们的那个这一段难度是比较高的，有，而且他刚那个词讲很快就有用到熊仔刚说的那个，怎么如果有时候有些地方念不清楚或忘词，那没关系，但你气势要做出来，你不能就让人家觉得，你忘词就很不好意思，就是要够凶，够 gangster 一点。听完他们讲完，你就知道说要上台表演真的很难，在旁边评价别人超级卷风，对不对？这个问一下两位老师了，他们刚刚这个技巧到底是用了什么？对，其实我觉得 Solar 的部分技巧我很喜欢，就是是今天所有的技巧是应该是最高的。哇，那太狂！对，我是说就是 flow 的技巧。那可是表演还有很多其他的面向，那后也是像刚才有讲到后面的部分比较听不太懂，可是前面的我都还蛮喜欢的，对对对。那像他们刚刚这样节奏如果要增加更灵活，应该可以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已经很灵活了，只是说这个其他的面向，比如说就是像是刚才说的气势啊，或是动作啊，或什么的，对啊对啊，像是第二组刚刚的动作什么的都很棒。嗯，陈佩老师，我觉得他们在第二段后面的时候有点在。好像急着想要把这个，拍跟他们的音乐跟他们的词填满，就有点仓促的，就是急了，所以这个很可惜，因为他的音乐是比较 reggaeton 的感觉，对，是比较放松，然后即便是我想要抱怨，可是这种方式跟节奏可以稍微再缓一点，
这样子这首歌，我觉得它整个整体性来讲会更完美。还是就是因为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我们直接请熊仔帮我们示范一个《岳阳楼记》是什么样的一个版本。哦，对啊，就是我以前在写在读书的时候，那要背古文的时候，我会就是把它编成 rap， 就会比较好背。你把《岳阳楼记》变成 rap？ 对对对，其实没有，就是很多都会编，可是那个就是现在很多都忘记了，可是像是有编的可能就比较记得起来，像是印象深就是《岳阳楼记》。对啊，像最后就是记起来。我想要。余常求古人人之心阔，一二者思维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其军事进亦忧退，亦忧然是何时乐？然是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为世人，吾谁与归？之类的。对，这是背诵的方法。其实像这样子啊，因为其实 rap 可以用在教学上面。因为我以前学那个三角函数，高中的时候有一段和差化积跟积化和差。哎，对，那个也可以变成 rap。是啊，有有有有有，赛加赛，两倍赛过赛，赛减赛，两倍扣赛赛，我的扣加扣，两扣扣，扣减扣，复合赛赛。哎，这是真正背起来和差化积。哦，就是其实用在这个就记忆上面，反而你功课也可以增长。对对对，我们都只能背那些简单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A A B A B A A B， 左手。魂斗罗，那是什么？你这样，那女生就比较不知道。秘技啊，打到秘技，对啊，上下左右 A B B 的，对不对？其实也是，哎，其实表现得像不错，相当不错的啦。谢谢。现在请三组都来到舞台上方。看完了三组参赛者对于大学生活的愤怒到后，接着就要来选出今天的冠军啦。究竟哪一组的表演态度能受到评审的肯定呢？学校这么高，这么好，三组都已经回到舞台上方，但是想要问一些同学比较喜欢哪一组了？何美，我喜欢第二组。如果单选一个的话，我选胖虎吧。哦 ，MVP， 他的态度还有他的完整度，而且他没表现出来的感觉其实很重要。Presentation， 右任，我也是喜欢第二组，因为我真的觉得胖虎的肚子真的是太有气势了。他讲到他的肚子，就是肚子代表气势。代表气势，代表胖虎，技术，技术已尽。来，我们两位评审讨论出来的冠军究竟是三组中的哪一组呢？好，请公布。来，我们讨论出来是第二组。真的吗？真的假的？我可以说一句话吗？是。我觉得今天第二组他人多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势。第一组他只有一个人，所以当他突锤的时候，没人帮他 cover。对。第三组是两个同时一起突锤，没有第三个来帮他 cover。那四个人其实，在走台位的话，或者是他们在出声互相 cover 的状况之下，其实是最完美的一个惊奇四超人第二组。哦。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在唱的是一个人，可是其他人也都在表演中，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取的。对，然后还有其他两组都呛我。哦，记者傻傻的，其他两组呛评审，你们呛我刚刚评审做朋友啊，或者稍微这个捧一下评审，其实也是不错的，真的，这个做人的道理有一点相关，真的，是不是？我们今天也不是乱评，因为我们今天评出来还真的有2000元的奖金，要请两位老师帮我们颁奖。哦耶！熊仔老师跟陈曼老师颁奖给我们的第二组。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恭喜我们大学生饶舌比赛第一名，黑眼圈，恭喜！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得奖感言吗？开心的，因为Dolly 跟胖虎还有 Benzo 都是第一次在台上就是一起表演，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开心那种，没有合作过的感觉。对，而且刚刚就是赞美比较多的是胖虎得到的。对，其实我没有关系，因为我还会继续努力我，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我自己还会去弥补，说我有什么弱点是需要胖虎教我的。嗯，这么关键，他很认真呢。他现在很怕，你是很怕大家不把钱分你，是不是？哎，拜托，这样四个人一个人500嘛，拜托拜托。我要拿到我的500哈，很厉害。然后最后我们熊仔，
熊仔的专辑《无限》。对，请大家多支持我的新专辑《无限》。对，然后我在9月18、9月19会有我的个人演唱会。哇哦！对对，在哪里？在 Legacy 台北，在 Legacy 19号。哇哦！对对对，好强！买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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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间哎。对呀，请大家多多支持，请大家多支持，谢谢。好，相当厉害哦！今天非常谢谢三组表演者，谢谢两位老师，谢谢熊仔老师、熊仔老师，又严俊、林天齐、熊仔。